小便宜吃大亏。当一个人什么都想要免费，什么都想占便宜的时候，后面等待他的一定是一个大大的坑。因为根据同气相求强者胜的道理，当一个人想要占便宜的时候，一定抵不过一伙人想要占你的便宜。所以当一个人决定去这样场合的时候，也就注定了会被别人占便宜。各种各样的骗局，那是防不胜防的。过年去看望了几个年纪较大的亲戚，大家闲聊的时候，说起现在的社会，骗子太多。我的一个姑姑说，有一次她听信别人说某个地方有免费的讲座，还提供免费的午餐，回来的时候还有专车相送的事情。姑姑当然动心了，还鼓动另外一个姑姑和他一起去听讲座。结果到了之后，介绍了一些所谓的健康知识后，就开始说他们卖的蜂王浆多好多好。姑姑一看有可能上当，就打算离开。结果那边的工作人员说，阿姨别住，急走呀，吃了饭再走吧，一会我们送你回去。姑姑也快到中午了，那就吃了饭再回去吧。午饭提供的是蒸面条，也的确是免费的。吃完饭后，姑姑要回家，工作人员说，我们的蜂王浆绝对是真的，您试一试吧。姑姑说，我没带钱，我自己回家。工作人员说，还是我们专车送您吧。就这样，工作人员带住蜂王浆，用专车送我两个姑姑回家。等到了家门口，工作人员说，阿姨您还是试一试吧，这东西绝对好。已经到了家门口，吃了人家的饭，坐了人家的车，人家还专门把蜂王浆拿到了家门口。姑姑脸皮薄，不好意思再拒绝人家，花了几千块买了东西让对方走了。我们问姑姑，姑姑说吃了一段啥作用没有，后来扔了。姑姑说，以后我再也不信这些人，不去这些地方了，只要去了肯定他们花了一二十，我花了几千块买废品，现在还老是给我家里打，真烦呐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不要太较真，不要太计较，不要太认真，最好傻傻的痴痴的，让别人去耍小聪明，我们做一个笨人就好了。如果被别人欺负了怎么办？若无其事，你得大自在。不要对这个世界那么认真，你要知道一切都是假的，虚幻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别人看不起我怎么办？看不起就看不起又怎样？人的一生太短了，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西去，有时候是突如其来的，你没有预料的。生亡一到来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，你不要被假象给欺骗了，否则只会在无始无终的轮回中越迷越深。我们不要和别人争，让别人赢，让别人去出头。这个世上聪明的人太多了，可是聪明和智慧不一样，聪明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智慧可以出。如果不明白，你去处处占别人便宜，顶多可以占几十年上百年，好了，占够了，轮回了，该下三途了，生亡业缘，果报自受，到时候谁能帮你？到时候该怎么办？佛菩萨要救你，神通不敌业力，完了，这一辈子傻一点，吃一点，所谓傻也不是真傻，吃也不是真吃，这个世界完全颠倒了，世人认为我们傻，我们吃，不要管那么多，越傻越好，越吃越好，后面你的福报就来了。愚痴的人，他喜欢占便宜，有智慧的人，他喜欢吃亏，吃亏了后面就有福报。你占便宜占多了，后面灾祸在那里跟住你，所以太聪明了反被聪明误。你不要计较太多，吃了点亏，一句阿弥陀佛消业，后面有福报，福不唐捐，福不会少的，积在那里。我们要知道，吃再多的亏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而已，一晃就过，我们在六道里轮回了不知道有多少一劫，现在吃亏几十年救了生亡，超出六道轮回去做佛去，你说这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？占了大便宜了。
所以你心在道上了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别人说你傻，对，我很傻，你很聪明，你继续你的聪明，我继续我的阿弥陀佛，这就好了，没事了，天下太平。你太认真了不行，太认真了容易造业。这个世上的人有个特点，非要赢了别人，如果不赢，要争到赢为止。既然这样，我一开始就让你赢，这就没事了。人像水一样浮住，浮最大一好，水无色无味，万物之源，它柔和，可随方救援，也可因时而变，因势而变。人如能像水一样浮住，就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生存法则。懂得避高趋下是一种谦逊，刚柔相济是一种能力，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，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，随物复行是一种变通。当我们悟透了水的品性，做人做事就知道如何因势利导，因行而变，人生就会处于一种良性运行的状态。不争，顺势而为。道德经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水善于滋养与造福万物，却从不与万物争任何东西，但能从天地万物那里获取丰厚的回报。水无常情，顺势而为，为而不争，方达所愿。世事纷扰不休，人人都想在大千世界里争个高下，但其实往往不争才是争。不争并非让你不思进取，而是一种审时度势、顺势而为的大智慧。清代围棋大师范希平师相下，并称其圣，二人是同乡同龄，并且师出同门。师相下入师门要晚，性子也有些急躁，他与范希平下棋一心求胜，结果反而是经常失败，苦于自己没有大的进步。师相下一赌气离开师门，不想再学了。回老家的路上，在一座山亭中，他发现了一盘用石子摆成的棋局，禁不住研究起来，发现棋局奥秘无穷。正在他看得入迷的时候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士走了过来。原来棋局就是这老道士设下的。道士自称并不好棋，只是在山中修道，看住飞兔流泉，偶然心有所动，便摆落一局与老道士下一局作为请教。道士执黑棋，师相下执白棋，对局没过多久，白棋就被杀得溃不成军。老道士投子叹道，你已大败，还下什么？师相下自愧不如，跪下想拜师，被老道士拒绝了。老道士说，下棋不是靠教，也不能够强求胜负，所得全看个人领悟，心中无棋则处处是棋。他指住山间的流水又说，你看那沟壑间的山泉，流水不争先，流水不争先，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，点醒了师相下。流动的水遇到障碍就会拐弯，甚至迂回，也越聚越多，障碍就不再是障碍了。人在红尘凡事中，常常会受到外界的很多诱惑，无外乎就是名利二字。只有不争，才能活得自在，这是一种低调的智慧，懂得取舍，潜伏静待。人生很多时候皆如此，看似不争不夺的后退，旷日持久，便知晓其实是在前奔。处下避高趋下，水有个很明显的规律，就是它总会避开高处然后向低处流。水无所不利，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，善处的也。意思是水所到之处没有不顺利的，就在于它懂得避免抢占高处而趋向低处，不去尝试违逆自然，善于停留在卑下的地方。人往高处走，这大抵是没错的，但自然万物暗藏玄机，水满则溢，人骄则惑。做人应该像水一样，谦虚处下，低调深沉，不骄横，不浮躁，不露锋芒，安静自然地隐身于万物的大道之中。而且人生路途荆棘遍布，善于处下，保持适当的低姿态也是一种风骨，这能决定你如何去走脚下的路，也能决定未来能够到达什么样的高度。